整个港口化学物品爆炸量相当于20颗原子弹，但爆炸的话，这里将变成一片死海。特勤中队的，给我往里干！打到了空间站。队长，我感觉我真的要死在这儿了。你不是还有老婆孩子吗？走吧。老板，他羊水破了。快走吧，没有地方了。我老公就在前线救火，你们这群人不值得他拼命。你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骗我们？我救过，我事后还跟你说。你们谁还敢进去救火？你太不了解消防员了！来呀、啊！消防战斗早晚会有牺牲，准备战斗！是。水管不好，爸。对不起。